解说戏，欢迎回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宜宾，欢迎收看宜宾解说三国杀国六象，这段期比较好玩的国外六象啊。这个首先第一排六象是来自于4399专区啊，非常难得，也是一位粉丝发来六象，叫做皮色换啊，非常感谢。那么选将的话是非常好玩啊，甘宁黄盖，很强的武将，爆发力很强。那甘宁是此人最大的梦想就是拆光全场啊，然后啊全场裸奔是吧，让我一次砍个够啊。究竟想看什么呢？大家懂了是吧？懂的是吧？我也想是吧？记得有一次啊，有一次我去百度图片啊，去搜一下这些三国的人物之类的啊，就比如说三国啊什么是吧啊？啊，我本来想搜我甄姬跟咱一个草皮的一个全身大象啊，结果搜到什么呢？三国杀甄姬啊裸露图是吧？三国杀大小乔裸露图，三国杀蔡文姬这个裸露什么的透明是吧？我当时对这个杀友们的这个道德底线进行一次重新的认识啊。一个小乔亮将之后，这个蹲坑吕蒙也是亮将啊，两个坑货啊，并不能之后大乔又选择亮将了，哎，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都敢亮啊，为什么要亮呢？而且大乔居然没有拿方块，你测同学要控场，你不是要防御啊，同学，你控好五号多好啊，你看你有检验版，你为什么还要是吧？有方块不要，非得要一个金刚剑。后面出来一个岩文啊，你这个铁索连环连起来。岩文这么消耗手牌，明显是手里是没有决斗牌的啊。一手黑啊，后面孙权现在是个四无了。这五哥也算坑的啊，但是好在是人数比较多，我们的话也是成功成为野心家。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成为野心家也没什么不好的，野心家没什么顾虑，也不怕他的队友对吧，没什么顾虑，但是就是赢的不是特别容易。火攻一下，这个华佗跟马腾是想今后最后的反扑啊，一个 AOE， 这还不错啊，这个队友这不过伤害挺高的，主视角非常漂亮，那是红杀这个细节啊，细节就马上来一个万箭，对吧？老板不是盖的啊，马老板不是盖的，说啥？这时候不能掉血啊，血就是生命啊，怎么能轻易掉血呢？对吧？后面有小乔，小乔主将没亮，好吧。这吴国啊，是一个比一个坑，那孟获也是一个比一个惨，这个熊，这个什么来？在一起之后，一手黑桃啊，人品也是好到爆啊。小乔不过也敢谈，你就敢谈一个吕蒙，你知道吕蒙他是不是周泰啊？你就敢谈他，分错。我们其实没必要亮啊，直接杀一下可以了。既然不想全力以赴的话，就不要亮身份啊，亮身份的话消耗手牌太多。这燕文马上就飞了啊！救我啊！救我！原这个华佗死什么来？这个是吧？这个越华佗啊，华佗，大乔终于知道方块是乐人的了啊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决斗，吕布之前就该亮了啊，看能不能死呢？还显然不可能的，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。来不及流量分权，这给吴国一个中心爆发造成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啊。分权居然没有选择回血，而选择摸牌啊，哈哈。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去寻爆发了。吴国这虽然就是你先把状态回起来再说啊，先把状态回起来再说。话说开一个五谷丰登，然后选择去一代劳调整手牌，就是先拔出吴国一个钉子啊，但是没什么距离。周瑜小乔。吴国是死灰复燃，死灰复燃啊！反间一下，孟获凤阳是庞统，你藏不藏，别人也都打你啊！有时候人就喜欢藏这个邹泰啊，藏着庞统，哎，自作聪明是吧？好，现在是我们主视角装逼的时候啊！闪开，我老子要装逼了啊！你们要装逼了，老子这时候主要只收亮将的话，肯定要收人头啊，是吧？但这时候如果想收人头的话，这个黑牌杀跟过拆一定要先用出去啊。收人头的话，你不能这个南门或外将开出去，没什么收效成效啊。
先决斗啊，先决斗带走孙权啊，这不先那个，哎，这打法主要打法还是有些问题的。拆手牌，对的，过，三五。不过我看群雄好像也是差不多了。铁团连起来。据说啊，这个孙氏这个家族血统还是不错的，都长得特别帅啊。大家知道孙策是怎么死的吗？孙策什么说是啊，被别人袭击了啊？本来是怎么着？他把一个手下一个当手下一个人给杀了啊！你杀了之后，你说你杀谁？你怎么杀不行？你非得当人家保镖面杀，你让人家这个那人叫许贡啊，那许贡下面的保镖门客，就是你这让兄弟们怎么混是吧？你让我怎么混啊？然后趁孙策出去打猎的时候，就把他给射杀了。也不算射杀吧，射伤了，把那个箭射到他的脸上。本来医生说你这个养一段日子就好了啊，结果孙策人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气，啊，反正就是这个箭伤复发就死了。反正有时候也挺奇怪，三国时期人物的寿命都是特别短，这也是我一直感觉是比较费解的一个地方。嗯，作为小乔，那么能有什么作为呢？没有什么作为啊。甘宁、庞统不是，我们这时候目标是谁呢？第一是要吴国做掉，但是马上的目标就是先把庞统给限制住，他这两条命对我们威胁还是挺大的。先收人头，九杀没必要九杀，九杀也行吧。对，这时候漂亮，主要这时候看到了就是这个先限制这个庞统。先把他的加减版给拆掉，就是我们后面打下来比较的轻松。吴国现在状态是很难有什么翻盘了，这个华佗已经死人一个，我们现在就是跟庞统单挑这两个吴国，而五两个吴国的话，已经是哈是吧？你懂的，game over 了。两人互相限制的话，但不要太过火，危险启发，压抑他们血线，不能给他们机会。下回合他们再回复起来就不是特别好了，手逃的。你看这过盘，每回合这个四五张牌是吧？六七张牌，他极有可能摸到些输出牌的，出闪。下回合有黑直接带走这个孙策啊，说是牵羊。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宁肯进四人局，也不进三人局啊。一定要在这四人局之前，一定要预感，就是要眼光跟打法，一定要预想到，就像下象棋一样。下象棋为什么有人下得厉害啊？因为他看一步想三步，你本来你想怎么走，他早算到了，对吧？带有这个吕蒙，五虎我觉得开的没什么必要啊。三人局是吧？三人局，那我稍微加快一下节奏啊。甘宁跟一个黄盖黄公富啊，东吴的话，黄盖当时也是跟着，跟一开始跟着孙坚的啊，跟着孙坚，后来也是这个东吴的家臣啊，比如说程普、韩当，黄盖跟黄盖跟谁啊？那有个人叫什么嘞？韩当、程普、黄盖、吕范。反正四个人都，周泰还有周泰，四个人是这个东吴的，四个老臣啊，反正就是家臣，人家不是那种老臣啊，是家臣啊，关系更进一步。先带走一个是一个，带走一个是一个，漂亮，人品非常非常给力啊！九杀掉庞统，然后决斗一下，拆加减码，火攻一下，有闪给你，南蛮入侵带走。顺兵粮一下，顺手牵羊，过漂亮。下一回合继续杀可以，下一回合不要苦肉了，杀一刀。人品啊，两区就带走了一个孙权跟周泰啊，主要人品非常给力啊，非常给力。所以要不光是这个专区比较给力啊，而且这个打的也是比较给力，人品非常不错，打法还是比较细腻的啊。虽然说有些。平庸吧啊，但是还是不错啊。我们再看下面一盘录像啊。
再看一下每一盘录像。之前的是要开心的背后啊，我们再看一盘这个吕布貂蝉的吕布貂蝉，比较杂是吧？比较杂。主要来自于一区，叫做扶桐苗啊，不知道跟苻坚有没有关系啊？陕南门跟什么盾手牌还可以吧？我觉得还可以刷一下手牌啊。吕布貂蝉，吕布貂蝉，啊，吕布貂蝉，啊，白天骑赤兔，晚上骑貂蝉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都不懂啊，到现在都不懂。三二位开五谷丰登，挑战手牌，拿个无中生有，我们拿个杀吧，拿个一代劳吧，啊，行吧，一代劳就下回合一代劳把南门给扔了。团结义，人文端挂上。我们肯定是不能亮的，是吧？逗逼啊！不亮将。关于一个人文盾，人文盾可是好东西啊，而且人人都想要，是吧？五号看一下下家，然后并没有什么行动啊，保持手持一个手牌一个饱满，下家话也挂一个寒冰剑加一个的卢，的卢也可不是什么祥瑞之物，是吧？三国历史啊，三国历史系有时候你细究起来也是特别好玩儿。反正你是看真实历史的话，这个对你许多的历史人物这个认知啊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颠覆。后面一个国家，大家知道吗？空城计，空城计里面那个，人人都说司马，人人都说是诸葛亮的空城计吓坏了多疑的司马懿，是吧？其实是怎么着呢？是司马懿故意放过诸葛亮一条活路的。他们两个人在城楼上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。两人啊，目光一对。其实这个诸葛亮这个阴谋啊，这个我们先不管这个事是真是假啊。那么这个阴谋啊，那么司马懿其实一眼就看透了。司马懿什么人啊？我不是刻意吹嘘司马懿啊。司马懿就是隐忍几十年啊，就是曹魏君主两三代之后，他才敢就是有些行动的。你说这人是简单人物吗？他不是啊，眼光之独到，计谋之老练，为人所奸诈啊，也是为那就是也算是极品啊，也算是极品。当时一眼就看到了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是吧？这个诸葛亮的空虚，但他为什么走了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，因为当时他并没有完全掌握朝政，因为，当时还掌握在这个曹魏的皇族手里啊，所以说他表示打不过，我要和你长久消耗，长久消耗的话，第一方面我掌握军队的一个渗入，对军队的一个掌握，另外的话，你曹魏皇帝是不能对我怎么样的，是吧？这狡兔没死，你怎么会烹了猎狗呢？对吧？所以说，诸葛亮下了城楼之后，他说："司马懿这天下是司马家的。"这就是这个原因。黄盖的话，这亮将啊，那么之前因为我们是荀彧驱虎的话，我们给一个小点，那么荀彧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了啊，自己人了啊。那么黄盖的话是有足够的牌吗？有连弩吗？拼点勾，九双杀。啊，就说连个套路不讲了。劫杀一个国家，之前的二号是跳位了啊，所以说这黄盖打的是非常的拼命啊。我们没有逃的，所幸我们是有两个南蛮，后面是一个逃皮啊。之前逃皮好像是魏国司马懿逃，魏国太史慈逃的啊，所以这个太史慈表示非常的郁闷啊，这你居然骗我是吧？骗我啊！逃皮的说不骗你怎么自杀呀？是吧？小笨蛋啊！然后选择杀一下家，这个刘禅不知道是不是庞统啊？关羽，半醒不牌的话，他可以放权。我们杀一个张合，带走了吗？不太可能吧，明显是不可能啊。三位现在是四位吗？张辽配乐进，可惜你们状态有点差劲啊。乐不思蜀，带走关羽。试问一下，现在算不算绝境？应该算是绝境吧？好吧。
凯文如何翻盘？Let him help me 啊，是吧？只见吕布高喊一声：“Let him help me！” 啊，站了起来啊，带众人带魏国，好吧，这个直接添过啊，直接添过，反诬陷，反诬陷之后直接添过，决斗，带走这个张辽，人品啊，没办法，拆光，拆光，拆光，拔光，拆光，拔光，拆光，拔光，人品啊，非常给力啊，直接拆掉他一个桃子。李坚一下南蛮入侵，我们还没有出过沙啊！你救吧，你救吧，使劲去救。顺手牵羊掉血，顺手牵羊顺这个，收连弩漂亮，也没办法吧，是吧？你翻我给连弩是吧？啊，杀也是源源不断啊！好皮，有本事你嘚瑟是吧？有本事你嘚瑟。但我们不杀了啊，我们选择杀荀彧，对吧？杀荀彧，再杀一刀。好吧，再杀一刀，杀荀彧再受不掉，我们再杀司马懿、曹丕。3张杀，除非你有6张闪，对不对？你曹丕岂能敌得过我们，对不对？这个吕布也是，吕布我们获得胜利啊。这个录像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吧，说的不是特。